血液分浆加操作方法。首先将操纵杆压下，挂在挂钩上，打开有机玻璃板，然后我们将血袋放入有机玻璃板中间，松开操纵杆，血液成分会从上往下慢慢挤出，成分挤完以后，我们再拉开操纵杆，挂在挂钩上，取出血袋即可。不用的时候，松开操纵杆，恢复原位即可。